大学生活是最愉快，什么也不想，吃饭都是爹妈给的，毕了业就不行。自从联盟和部落并肩作战，共同抵抗燃烧军团的入侵，已经过去了4年。如今震天的战鼓再一次响起，很多人问为什么朴春走了，我说因为一个我深爱的女人。现在分手了，难过了一阵儿。后来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，特别轻松，一个人吃饱全家饿着。然后就冲到那个。因为啊，部落那边也没闲着，我们这边成了野人，他们那边成了保护者。要说安心，你看我玩得很好，或者这样玩得不好，我可以变得很好，很容易就可以变得很好。在现实中，想走出这一步很难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都不知道这几天怎么过来的，一眨眼就过了，迷迷糊糊的，发现该过年了。在外边跑时间长了也觉得累，在北京这种地方待着也没有什么前途，所以回家自己弄点小买卖。毕业的时候没这感觉啊。那就下回再给我呗。不是下个月，年后回来。年后回来给我什么？明哥啊，你再给我一下。啥呀？我过年这点钱不够花。我也不够花，才1000。这辈子心里我都这么过了，我自己觉得很快乐就行了。就是可以想给我女朋友钱买个东西，但是打电话什么没啥多的。大家好，现在带来的是洛根赛的，是 CG 16:8的最后一场比赛。现在愁的是以后怎么办啊？当有一天我们这个行业不咋地，老周他们关门打击的时候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？Everyone told me to be strong. Oh, oh, and don't shed a tear.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good times, I knew I'd make it through. And the world thought I had it all, but I was waiting for you.你等一下，一会儿你直接走过来。
说肯定能看着，你想你声音，实话，你说声音狗声也多少人啊？